马中股票时间又嚟啦。我系 A 股市。好啦，介绍下跟住到啲日本标啊，喺日本标都系比较定期啊，都系多人认识啦、啊。即系嗰期都冇乜人认识嘅。唔识啦，日本标。呢只星辰啦、啊，都系60年代简单嘅设计，其实都比较普通啦、啊。日本标，不过我系中意佢系啲怀旧味道重，我先至会。係啊，買咗隻嘅啫。星神我仲以為中國嗰啲、啊，都係60年代。哇！係咯、啊，嗯，都係古董嘅、其實。但係、嗯、表面個設計有啲唔同。簡單咯、啊，以前都係簡單為主㗎啦，因為日本仔做嘢佢哋好仔細嘅，會靚啲嘅手工。好 OK 嘅日本仔，尤其精工表啊，真係 OK。冇用，佢嗰個價錢平貴都好，佢都俾到個料你俾個質感你。呢只唔好貴啊！呢只都係1000多蚊嘅嘢。哦，係啊，呢只就係叫做菱，唔係叫菱形啊。呢個菱形嘅，叫咩？呢個標面嘅形叫咩啊？呢只都係菱，都係菱啊，係咯，好似六角咁。六角，六角。係啦，係啦，係啦。但係佢個標，佢就唔係即係之前你呢啲。咁樣喎，即係個標帶喺下面，喺下面。係啊，要藏咗裏邊噶嘛，標帶，即係以前啲標，因為都係特別之處咯，藏咗喺裏邊唔會睇到嗰個咩咯。係咯。係啦，因為都係特別之處嚟嘅。哇，幾怪！好啦，下次再介紹第二隻啊。